大家好，我陈嘉玲的阿嬷啦。我即马讲一个我昨发生的代志，给大家听啦。昨吼我要去菜市啊，一个人咧过门口，伊讲甲我讲哦，阿嬷你要买菜，只爱先扫一下。我想讲，哎呦，即马要买菜，着怪扫给人听，我着。伊讲阿嬷，你爱扫一下，爱扫一下啦。我想讲，可能我早嘴音扫伤细声，伊无听着，我着。哎呦，边仔的人哦，走偌远嘞！所以讲起来，即马千万唔通乌白扫，大家惊到要害伊。即马来讲到这个十连字啦，吼。啊，啥物叫做十连字？十连字的意思就是讲吼，实际上会当联络到大家的这个方式啦，吼。啊，这个十连字的电脑吼，会记录所有你去过的这个所在。啊，万不离你去过的所在，若总有人确诊吼，这防疫单位就会甲你通知，讲吼，叫你着爱注意你家己的身体。安尼吼，才会当将咱家己保护起来。即马尽量是大家拢卖出门啦。啊，若准讲高不离三种，一定爱出门去办代志啦，还是去买物件啦，会记的，一定爱将家己保护好哦。第一，扎嘴安，也搁戴帽啊，头毛卖搞垃圾去。代志做衰的时阵，会记的吼，喷酒精消毒一下。啊，即马吼，也搁要紧的是。爱炸你的手机啊，哈！啊，咱到迄个所在的时阵，爱找这个图，有无？袅袅的这个图，啊，咱这个手机啊内底这个翕相的吼，甲拍好开，吼，啊，这个图，吼，安尼甲翕落去，吼，翕落去了吼，就会走出这撮字，有无？哈，走出这个图，啊，咱甲刺落去，啊，这个刺落去了吼，就会走出这撮字，哈，这个箭头只安尼你甲刺落去。安尼就成功啊啦，有足简单诶无？哈，我拢会晓，你一定搁较敖啦。哎呦，芳啊，芳啊，要招我去玩摩托摩啦。嘿，啊，我要来无闲啊吼。大家平安诶，嘿。